北京时间7日晚，迈阿密国际日本行对阵这联赛球队神户胜利船。梅西此役第60分钟出场，踢了半个小时，表现活跃。赛后，中国香港特区政府再次回应梅西缺席中国香港行比赛事件。中国香港特区政府表示，政府就梅西未出战中国香港明星队与国际迈阿密表演赛中，和球迷一样都极度失望。球队教练日前指梅西因伤不能出赛，但3日后梅西在日本却活跃自如，上阵出赛，并在球场上做了长时间的激烈运动。香港市民都有着不少疑问，政府希望主办方及球队能向香港市民做合理解释，以解答他们的疑问。之前霍启刚已经再次发文重申，希望梅西、迈阿密国际包括贝克汉姆及主办单位给公众一个交代。